你是什么人？恭喜状元公。多谢，阁下是？哈，咱家是乐平公主宫中的太监总管魏明。状元公奉旨跨马游京，不知献杀多少硬烤橘子。巧的是。 乐平公主也微服出宫，正好赶上这次盛会。巧遇状元公后，便起下了爱慕之心。太后要将新科状元招为驸马，正是。母后还特别交代我，由皇叔充当大媒，由朕赐婚。公主招驸马。 乃是皇家中一大喜事，不过这陈世美的身家背景，必须要事先查明才行。王爷请放心，老臣已经调阅过那陈世美的学籍，并查证过，她无父无母，无亲无眷，决然一身呐。既然如此，本王自是乐观其成。这现成的大媒人，本王也就欣然接受了。 皇叔同意，那就太好了。朕既可以向母后交代，从此又多了一位状元妹婿。娘，我们在这里等什么？娘是带你们来找爹的。春哥，你带着妹妹在这里等娘，不许乱跑，知道吗？哦，去吧。 官爷，请问府里交代过了，驸马爷不认识你们，你们快走吧。官爷，这不可能啊！驸马一定认得我们的。我叫秦香莲，官爷通报姓名的时候是不是说错了？府里说的很清楚，叫你们马上离开，不准再来。官爷，官爷，我求求你再去禀报一声。官爷，我求求你。快离开！官爷，官爷，我求求你，你放手！我求求你了，放开！官爷。 爹，娘，你别哭了！快走！娘，快走！娘，别哭了！快走！ 怎会如此凄厉？想必汲古之人满腹冤屈，愤恨难消。王朝马汉，在，将汲古名媛之人带进府中，随即传令升堂。是。御医，公主到底得的什么病？ 你可曾为她开立药方医治啊？回驸马，公主非但没有生病，而且还要恭喜驸马了。御医，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恭喜驸马爷，贺喜驸马爷，公主已有了身孕了。啊，公主的确已有了三个月的身孕。驸马不用担心。好极了，本宫有赏。魏明。 奴婢在，替本宫打赏，顺道送御医回府。是，多谢驸马爷。哎，多谢御医。请。
公主怎么起来了？方才御医说，恭喜驸马了。哎，公主，你们退下吧。是。公主。来，公主啊，你现在已经有身孕了，不要随便走动，以免动了胎气。瞧你说的，好像你真的懂怎么去照顾胎儿一样。别忘了，你可是第一次做爹哦。传击鼓鸣冤之人上堂。传击鼓鸣冤之人上堂。喂，当下左贵何人？密父秦香莲叩见青天包大人。在你身旁的男女幼童又是何人？回报大人，他们是民父的子女，春哥和冬妹，你们还不快叩见包大人？叩见包大人。秦香莲，民父在。你状告何人？回报大人，民父要状告的正是当今驸马陈世美。你告他何罪？民父要告他不孝父母，抛妻弃子，欺瞒皇上，停妻再娶。且慢，那陈世美乃是驸马之尊，岂能随人要告便告？你与他又是什么关系？回报大人，民父是他的结发妻子，这两个孩子正是他的亲生骨肉。这个就是被他弃养不顾，活活饿死的他的亲生父母的灵位。秦香莲，你虽言之灼灼，本府却又怎知你不是虚言造假，冒认皇亲？包大人是说民父在说谎？不，本府并未断言，只是你在本府堂前状告于他，必须有所凭证，否则如何证明那陈世美与你乃是结发夫妻？本府又如何接你的诉状？回报大人，家中族老足以证明，家中地保也可以作证。你家乡又在何处？民父家在泸州府舒城县陈家村。好，待本府查明属实之后，再决定是否承接你的诉状。你且暂居府中，待本府查明之后再议。退堂。依大人之见，那秦香莲的供词究竟有几分可信？他虽然神情哀戚，却神志清楚。再者，冒认皇亲国戚，其罪不轻，而且极易被人发觉，他又怎会明知故犯呢？本府推断，他未必是虚言蒙骗。难道那陈世美真的抛妻弃子，犯了欺君之罪？不，尚不能如此断言。公堂之上，尚有诸多疑点有待深究，必须明了
全案细节方可论断。马汉，属下在。派人照顾秦香莲的一对儿女，将秦香莲带到厅中，本府有话询问。是。展护卫稍后不妨一同前往厅中，听听那秦香莲的说辞，也好为事后做个印证。是。民女秦香莲叩见青天包大人。你的一对儿女可曾安顿好了？多谢包大人多方照顾，香莲的冤屈若能平反，他们兄妹二人就是结草衔环，也难保包大人的恩德于万一。听你的言谈举止，不是一般的乡野村妇，你可曾读书识字？是的，香莲生父生前是位教书先生，从小耳濡目染，也曾读书识字。好，既然如此，你该知道冒认皇亲之罪，论罪当诛。包大人，你是说香莲说的全是谎言？不，你不必焦急，本府只是要你先知道，一旦无法确认你与驸马乃是结发夫妻，恐怕你将难脱冒认皇亲之罪。包大人，香莲千里迢迢来到开封，为的是将公婆的死讯告诉香莲的丈夫，为的是让香莲的一对儿女跟他们的爹见面，香莲又怎么会因为任何的原因去冒认皇亲呢？在你家乡的地保来此之后，本府自可查明你所说的一切是否属实。然而在此之前，本府却必须对你与驸马之间的情形多做了解，你且一一向本府说明。是。香莲自小母亲早亡，随父亲来到陈家村，父亲在村里设了一个小小的私塾。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交而不信乎？与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先父常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香莲的夫婿就是由一个贫穷的放羊孩子变成一个读书人，他一向想金榜题名，光宗耀祖，为了让他达成心愿，于是就关闭了私塾，让他在家专心苦读。香莲的夫婿乃是农家，只是公婆年老体弱，无力耕田，所以荒废了田地。关闭私塾之后，香莲重新开垦荒地，种植粮食，一家人倒还可以温饱。你一个妇道人家，从未下田耕作，那些农务你担得下来吗？不能担也得担，只要能够完成他的心愿，就是再多的苦香莲也愿意承受。进京赶考所费不资，你家境如此清寒，又是如何筹得进京的盘缠？傅家那一亩三分地让我出售，再加上父老乡亲的接济，
勉强可以凑足盘缠。你一家人又如何为生呢？幸亏邻里帮衬，让香莲在各家帮佣，所得的还可以糊口度日。然而你在公堂之上曾说，公婆是活活饿死，又待怎讲？香莲夫婿进京赶考不到三个月，家乡徒遭大旱灾荒，乡亲们自身都难保，自然无庸可傍，无钱可用。来，冬梅，春哥，吃吧。娘，我不想喝粥，我想吃饭。哎呀，这孩子怎么这么淘气，一点都不懂事儿。哎，太可惜了。娘，你回来了。乖。娘。春哥，爷爷奶奶呢？爷爷奶奶上山去了。爷爷说我和冬妹要好好照顾娘。他们什么时候上山的？他们去了好一会儿。爹，娘，娘，爹，娘，爹，就是为了让两个孩子能够多吃一口粮食，他们竟然选择了自尽这条路。天底下竟然有如此惨绝人寰之事。切住，这些事难道那陈世梅全不知道？香莲夫婿进京赶考之后便音信全无，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通知他。如此说来，他高中状元之后也没有派人回乡报喜通知家人。是，乡亲们全都不知道他中了状元。大人，这倒是有违常情。就算陈世美没有差人返乡，科场也该在发榜之后通知原籍才是。不错，既然不知那陈世美在何处，你又怎会得知他高中了状元，而且被公主招为驸马？汇报大人，跟他一同进京赴考的有位同乡举子，落榜之后回到村里说出此事，香莲才带着儿女们来京寻夫的。你前往驸马府寻夫之时，可曾与那陈世美见到面？没有，他们驸马府的人根本就不让我们母子进去，他们说驸马根本就不认识我们，还把我们赶了出来。包大人，香莲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所以才来找包大人，向包大人伸冤呢。本府明白了，请香莲，本府自会向泸州查证。过几天你村中地保来京之后，本府自会有所决断。你且先回房照顾儿女去吧。香莲告退。
大人，听他之言，恐怕其中尚有许多交代不清之处。不错，科举发榜返乡报喜，乃是行之已久的惯例，断无全无音讯之理，这一点的确有待查明。一定是那陈世美贪图荣华富贵，抛弃糟糠之妻，才不肯把高中状元之事回报家乡。展护卫有所不知，进士及第，即使本人不报，朝廷也必须通报原籍，或是造册报考的地方官府，断无音讯全无，无人知晓之事啊。可是秦香莲的家乡的确没有接到发榜高中的通知啊。还有一个可能，在驸马府中的陈世美不是秦香莲口中的夫婿陈世美。每当大比之期，全国报考的举子何其之多，同名同姓的也不乏其人。倘若陈驸马根本不是来自舒城县陈家村，那么自然与秦香莲之夫不是同一个人。但秦香莲并未与他见面，不能排除有此可能。那大人，此事要该如何追查呢？只要调出报考学籍，便可知道两个陈世美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如今倒希望那驸马不是秦香莲的丈夫，否则对他们母子来说太过残忍了。然而若他真是那不孝父母、抛妻弃子、欺君罔上的陈世美，本府也绝不会将他轻易饶过。我要爹，我要爹，我要爹。冬妹怎么了？冬妹怎么了？做梦了是不是？啊，不怕，娘在呢，娘在呢啊。春哥，你怎么不睡呀？那他真的不要我们了？春哥，娘，爹不认我们没关系，回家以后春哥会好好照顾娘的，爹不在我们还是会过得好好的，娘。本府已修书一封，你二人前往泸州府交与孙大人亲阅，他自会交代舒城县，命陈家村地保随你们一同返回京城，快去快回，不得有误。属下遵命。将陈世美的学籍资料调出来查阅，便可知道与秦香莲所说是否同为一人，又何须千里迢迢将地保招来对证呢？秦香莲所说不过是片面之词，唯有地保当面与驸马对质，方可判定是真是假。大人说的是。大人，学生已将今日秦香莲所说记录成案，倘若如果驸马是秦香莲之夫，大人日后追查此案之时也好作为参考。公孙先生，这诉状啊。回大人，学生私自做主替秦香莲拟好了一份正式的诉状，大人是认为学生不应该自作主张？不，本府只是好奇罢了。
那秦香莲既然也曾读书识字，为何不自己书写诉状？即使不能，也可委托宋师代笔，又何须劳公孙先生费心呢？大人，秦香莲虽然读书识字，却对文案刀笔毫不熟悉，前来府衙告状申冤之前，也曾想央请宋师代笔，无奈却无人肯写，也无人敢写。哦，这却为何？只因听说是状告驸马爷，所以没有人想惹祸上身。人人皆怕得罪权贵，也只是如此一来，那些含冤负屈之人恐怕更难有洗冤之日了。不过那秦香莲前来府衙击鼓鸣冤之事，想必已传遍了京城，对此案来说有害而无益呀。大人是担心驸马爷对此会有所反应。你这是干什么？公孙先生，我只是想帮忙打扫一下。啊，府中自有负责清洁的杂役，你何必亲自动手呢？香莲承蒙包大人收留，又肯为香莲做主，香莲实在无以为报，只好……不，为民伸冤，解民急难，乃是包大人的职责所在，你实在不必如此。公孙先生，你们回来了。大叔。啊，小人陈春见过包大人。请起。谢包大人。方才你可见过那秦香莲了？是，小人见过他了。他的夫婿陈世美想必你也熟识。啊，回报大人，他的夫婿陈世美是小人的同族晚辈，小人是看着他长大的。本府致函泸州知府孙大人，要你前来京城协助本府查案，你可知悉内情？回报大人，小人只知道包大人要小人前来认一个人。不错，本府要你前往驸马府看看那状元驸马与秦香莲的夫婿究竟是否同一个人。啊，回报大人，据陈家村另一名落地举子陈坤说，新科状元的确就是咱们陈家村的陈世美。不，本府要你眼见为凭。啊，是。今日天色已晚，不可前往，明日一早本府会传你同往驸马府。好，是是，小人恭候包大人的传唤。张龙赵虎，属下在。可曾安排陈春的住处？回大人，属下已经安排好驿馆。好，先带陈春前去歇息。是。谢包大人。请。
包大人突然莅临，不知有何见教？不敢，本府一向有话直说，还请驸马爷休要见怪。包大人清正刚直，满朝尽知，但说无妨。既然如此，本府直言，有人前来开封府指称，对驸马身份质疑，本府特来澄清。哦，竟然会有人对本宫的身份提出质疑，这倒令人匪夷所思。此事的确有违常情，然而若是驸马不令一见人证，对本府侦查此事大有帮助。既然包大人是为了办公事，本宫岂能不配合协助呢？也罢，本宫愿意见他。多谢驸马。人证就在厅外，不知……好，现在就请他进来吧。那本府就得罪了。马汉，请。小人见过包大人。驸马不是陈家村的陈世美。本府贸然带着陈春前往驸马府认人，这果然证实与驸马无关。公孙先生，若依常理推断，那驸马当作如何反应？驸马的身份遭人质疑，难免会心生不快。然而他却毫不意外，神色自若，这岂非有违常情？只怕此案还另有发展，对秦香莲母子来说，还会有更多的煎熬逐一浮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驸马爷何必动怒？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你说过，出了任何问题你负责，如今怎么办？你什么也别办，照样做你的驸马爷就行了。魏明，你说得倒轻松。今日包大人能带程春来府里认人，谁知他日他又会带些什么人来查些什么呢？我当初真是不该听你的话。当初这么做是你心甘情愿的，难道现在要怪在奴婢一个人的身上吗？不错，当初的确是我的选择。事已至此，驸马爷又何必为此事伤神呢？可是那陈春呢？驸马爷放心，那陈春绝不会成为驸马爷的问题。秦相莲，你家乡地薄已经证实，驸马并非你的夫婿，本府无法接你的诉状，你可明白？小莲明白。陈春，哎，小人在。本府将你招来京城坐镇任人，如今你可回到陈家村，是，并将秦香莲母子一并带回，沿路之上要善加照顾，不得有误。是，小人遵命。公孙先生，学生在，交代府中账房贴补他们的返乡费用，再由本府俸禄之中提拨文银20两给香莲母子作为日后生活所需。是。
多谢包大人。你不必向本府致谢。返乡之后，你要独自一人抚养两名子女，往后日子还长，你要自己保重啊。是。你们退下吧。谢包大人。秦香莲母子还未离京。是啊，那陈春一直未来府衙，学生已经命张龙、赵虎前去驿馆催促。哼！启禀大人，驿馆回报，陈春一早就离开驿馆，连随身的行李也已带走。哦，他不来府衙，却又去了何处啊？大人，属下向守城的官兵询问。一大清早才开城门，就有一个形似陈春的人匆匆由东城门出城而去。什么？他为何要匆匆出城呢？大人，学生再三交代，要他一早前来接秦香莲母子一同返乡，他却独自出城，实在是有违常理。张龙、赵虎在。你二人带着衙役出东城门打探搜寻，如无所获，沿着前往泸州的路线一路去查，必要时请地方官府协寻，务必要将那陈春查获带回。是。哎呀，您总算来了。怎么，你是怪咱家来迟了？不迟不迟，只要公公把银票带来就行了。不急，咱家有几句话要问你。公公请问。那秦香莲母子是否还留在开封府内？是的，包大人安排他们住在那儿。你可曾告诉他，驸马不是他所说的那个陈世美？说了。秦香莲有点失望，不过一点没怀疑。很好。那包大人又是怎么安排你的？包大人说认过人就没事了，他要小人回陈家村去。好极了，那咱家就送你一程。不不不不不不，小人自己走，自己走。咱家是要送你回老家，留着你后患无穷。哎呦，公公，小人发誓绝不会透露出去，小人会一辈子守住这个秘密的。只有死人才能真正的保守秘密。杀。把他埋了，不要留下任何痕迹。是。陈春大叔失踪了。眼前还不能认定是失踪，大人正在派人追查他的下落。那陈春大叔会不会出什么意外啊？否则他不会抛下我们母子独自返乡的。你不要担心，大人要你们留在府中等候，一有消息就会通知你们。娘娘娘娘娘，我们不是要回家了吗？春哥不急，等爷爷回来咱们一块儿走。
那娘什么时候帮我买笔呀？娘答应过你，走之前啊，一定给你买。春哥会写字了。嗯。不愧是书香门第。好好努力，他将来必定能够成大器。多谢公孙先生金口。哦，包大人可在府上？向莲理当去会见包大人。啊，大人公忙，我看还是不要去打搅他吧。哦，是。本府特为日前带人前来，打扰驸马之事，登门致歉，还请驸马宽宏大量，原谅一二。包大人见外了，协助官府查案实属应该，本宫只是举手之劳，又岂敢包大人致歉二字呢？不过，经过此番周折，本府方知，驸马与本府竟有同乡之意。倒令本府意外。包大人是说？驸马爷有所不知，包大人也是泸州合肥人士。是是，本宫竟然不知包大人乃是本宫乡长。不过因为本宫一直嫉妒于城郊，所以无缘与包大人见面。合肥城郊白云寺，本府在未曾入朝为官之前倒是常去，不知明慧老方丈是否仍在主持寺务？恐怕要令包大人失望了。明慧老方丈早已圆寂，本宫寄读白云寺的时候，他就已经不在人世了。哦，是吗？本府入朝为官，久未返乡，不想如今已是人事全非。今日本府乃是为请罪而来，不便多做打扰，就此告辞。请。请。包大人请。大人由驸马府回来了。大人可是在驸马府察觉了什么？公孙先生，恐怕你我俱都错了。大人何出此言？那陈世美已经自作聪明，露出了口风。学生愿闻其详。本府前往驸马府时问他，白云寺明慧老方丈是否仍是寺中住持？他却言道，也已圆寂多年。哦，难道明慧老方丈尚在人世？不，白云寺中根本就没有明慧其人。如此说来，他是在说谎。不错，而这谎言恰恰说明驸马并非来自合肥白云寺，而是来自舒城县陈家村的陈世美。他正是秦香莲进京寻找的夫婿。Thank you.
包大人，陈诚大叔真的失踪了吗？不错，本府派人遍寻不着，倘若本府没有错误，恐怕他已被人杀害。包大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相爷，倘若本府判断不错，那陈春被杀人灭口，乃是因为做了伪证。包大人的意思是，驸马极有可能就是你的父亲。大人分析，陈春受了贿赂，做出伪证，驸马担心后患无穷，方才杀人灭口。眼前唯一认得他的人就只有你了。公孙先生的意思是说让我去见他。纵使你与他见面，他也可以矢口否认。本府要你不动声色，回到府中之后与本府商议对策再说，不知你是否可以忍耐。包大人，倘若真的是这个人的话，那项链满腹的冤屈又如何能忍呢？若是你不能忍，势必破坏本府的计策，本府宁可不要你认人而另思他法。好，香莲答应包大人，我一定会认。公孙先生，大人要你见了驸马要多多忍耐，也是情非得已，希望你能多加体谅。包大人替香莲母子洗雪沉冤，香莲又怎敢心存异议呢？你能明白大人的苦心就好了。请恕香莲多问一句，倘若那驸马真是香莲的夫婿陈世美，不知包大人会如何处置他？你真想知道？当你击鼓鸣冤，大人受理此案之时，便已心怀不忍。公孙先生不妨明言。倘若驸马果真是你的夫婿陈世美，他除了犯下不养父母、抛妻弃子之罪，同时更犯下了冒名顶替、停妻再娶的欺君大罪，一律当可判死刑。包大人是要老夫把驸马邀过府来？正是，唯有如此，才能够让秦香莲与他有见面的机会。包大人确认驸马的身份有问题？包拯至少有70%的把握。那倘若是呢？相爷，倘若驸马真是秦香莲的夫婿，他便是抛妻弃子、欺君罔上的朝廷罪犯，相爷难道不认为他该接受国法的制裁？以包大人之见，怎么才能让他们见面呢？只要相爷要驸马来府中做客，而由包拯作陪，再令那秦香莲装扮成侍女模样入厅奉茶，如此一来，他二人即可见面。要那驸马过府，那倘若他婉拒不来呢？相爷是驸马的恩师，恩师相招，门生焉得推辞不来？也罢，老夫拼着这身老骨头，就替包大人卖命吧。多谢相爷。
丞相。啊，恩师，嗯，秋高气爽，菊花正艳，恩师肯将如此奇花与我等分享，也算是我等前世修来的福分。是啊，是啊，是啊。花开花谢，与人生际遇颇为相隔。花木有荣枯，人生有起伏，倒是提醒我等，人生在世，得意当思失意时，富贵不忘贫贱日啊。包大人醒世之言发人深省啊。来来来来来，请坐请坐。请。来，请坐。请好，坐坐坐。来人，看茶。是。公主有孕在身，本宫实在不便迟归，得先行告退，还望诸位大人见谅。驸马记挂公主，此乃人之常情，老夫岂敢强留不放啊。告辞。先是包大人带着陈春到府里来认人，接着又是秦香莲突然出现在相爷府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虽然奴婢没有亲眼见过他，却知道秦香莲来驸马府认过夫，奴婢还以为他是个疯妇，命人赶他出去。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驸马爷，此刻千万不能乱了方寸，无论那包大人怎么查怎么问，驸马爷抵死都不能承认。什么？驸马不是你的夫婿？不是，香莲从未见过此人。香莲告退。
那秦香莲亲眼见到驸马之后，确认不是她的丈夫？正是。那既然是认错了人，此案不就已了了吗？理当如此。然而大人并未尽除心中的疑惑。你要杀他？驸马爷，这杀人的事可不能大声嚷嚷。不行，不能杀他，我不能这么做。如今已不是你一个人的事，连奴婢的性命也受到了他的威胁。就算你不同意，奴婢为了自保也得杀他。一旦他回了陈家村，不知会有多少人会知道此事。好吧，就照你的意思去办吧。祥莲，这回乡之途是千里迢迢，你自己要多加保重啊。多谢公孙先生，多谢两位大哥。孩子，就跟我来。冬妹，冬妹，你放开我，我要我娘。冬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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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抢我的孩子干什么？只有这样，你才肯跟我来到这里。这里没有人会来。如果你要打劫的话，这些银子你拿去，求你放我们母子三条性命。哼，我要的不是银子，我要的是你们的命。不怕。如果你还有什么遗愿未了，我能做到的，我会尽力。你至少应该让我们死个明白才是。好吧，我告诉你，是驸马府的人。是魏公公。你怎么知道？正是他。不，你不能杀我们，驸马一定不会原谅你的。你错了，虽然是魏公公派我来杀你，可是却是当着驸马面说的。什么？陈世美，护犊尚且不食子，你怎么能忍心伤害自己的亲生儿女呢？他们是驸马什么人？他们是驸马的亲生儿女，我是他的结发妻子。天底下竟然有如此人面兽心、禽兽不如的人！你带着儿女回京去见包大人，带他来此处挖掘，地下埋着两个被我杀掉的人，其中一个是位落地的举子，另一个则是一个叫陈春的地保。这把钢刀是驸马府侍卫专用的腰刀，上面有驸马府的标记，务必要交给包大人，我不能对不起魏公公。什么？竟然有这种事？香莲说的千真万确，请包大人立刻派人前去。展护卫，属下在。你留在府中，要确保香莲子女的安全，绝不容许贼人对他们有半点伤害。属下遵命。
韩琦至今未返，你难道还要本宫不要着急？驸马爷，还是再等一阵子吧。那韩琦办事从未失过手。如果他这次偏偏就失手了呢？这，魏明，我告诉你，这整件事情到目前为止，都是你一手安排。你最好确保他不会出差错。那三具尸首以及留下的物证，可曾登录在案？学生亲自带着五座验尸、填具尸单，连同证物还有秦香莲的供词，均已汇整成案。大人，如今人证物证俱在，那陈世美杀妻灭子，禽兽不如，应该马上把他拘捕归案，依法判刑。不，此时反倒不宜贸然行事，必须计划周详，方可采取行动。大人是担心过府拿人必然受阻，倘若把驸马骗出驸马府外，再行拘捕，岂不是可以省掉一些麻烦？八王爷亲口答应，要亲手画百子千孙图送给驸马，只要八王爷开口，请驸马过府取画，陈世美一定会亲自前往。只要他离开驸马府，马上拘捕，岂不是轻而易举吗？此计可行。八王爷素有贤王之称，本府确信，他绝对不会拒绝。公孙先生，学生在。本府已修书一封，立刻派人送往泸州府。本府要请孙大人带着白云寺的人，尽快前来开封。大人是想由他们反证，驸马并非来自合肥的白云寺。正是。王朝马汉，在。被叫前往八王爷府。是。公主，启禀驸马爷，八王爷差人来请驸马爷过府。皇叔，皇叔，他找驸马爷干什么？哦，八王爷说，那幅百子千孙图已经画好，请驸马爷亲自去取。王爷为何不派人送来，或是通知府里差人去拿呢？驸马，这怎么可以？皇叔亲自画的画，当然要你亲自去取才是，否则就太失礼了。是。驸马且慢。包大人也来探望八王爷？不，本府是专程为驸马而来。哦，包大人找本宫有事？驸马府中可有一名侍卫，名唤韩琦。韩琦，你们先下去。是。魏公公，你叫他们下去做什么？公主，驸马被包大人带到开封府去了。什么？包大人带他去做什么？公主，你就别问了，快去开封府吧，去晚了，驸马就可能没命了。什么？那韩琦的尸体乃是由包大人发现的，本宫也只是应包大人之邀前来认尸，本宫又怎么会知道他为何自尽？如此说来，那韩琦奉命杀害陈春灭口，以及将那无辜的落地举子埋尸林中，也与你无关？当然也无关。包大人，倘若你要本宫来此，就是为了询问这些，本宫也已回话，就此告辞。且慢，本府还要请驸马爷认几个人。
你去哪儿了？包大人总算找到你了，爹，你为什么不要我们呢？爹，爹，你们是哪来的野孩子？纠缠本宫干什么？他们是你的亲生儿女啊！你住口！你是哪儿来的疯婆子？本宫根本不认得你。是谁叫你来攀污本宫的？包大人，本宫的耐性可是有限，告辞。站住！驸马，你当真不认得他们母子？当真不认得？张龙、赵虎，在。将秦香莲母子带回房中，妥善安顿。是。来，冬妹，来，起来，冬妹，辛苦了啊，走了，走。包大人，难道你要本宫来此，就是要如此羞辱本宫，加害本宫吗？若是包大人有证据，早已升堂审讯本宫，何必大费周章的欺骗本宫呢？若依驸马之意，可是要本府升堂审讯？怕的是你不敢审。好，本府倒要看看有何不敢。王朝马汉，在。传令升堂。是。公主驾到。开封府府尹包拯参见公主。包拯，你将驸马爷带到开封府来想干什么？回公主，驸马涉及一桩情案。住口。依我大宋律法，皇亲国戚犯法必须交由大理寺审理，而轮不到你开封府多事。倘若驸马果真有罪，你将全案移交大理寺，由大理寺到我驸马府提人。魏总管，奴婢在。将驸马送回府去，有谁敢阻拦，就告他个挟持公主驸马，欺君罔上之罪。奴婢遵命。既然你在家乡已经娶了妻，又有了儿女，你为什么还要接受皇上的赐婚？你为什么要不惜冒名顶替，受召为驸马？难道你以为这一切就不会有戳穿的这一天？难道你想骗我一辈子？公主息怒，千万不要动了胎气。你给我住嘴！这一切都是你的主意，你怎么可以出这样的主意？可以就这样决定我的一生？你们为什么这样对我？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孙先生来得正好，以公孙先生推断，泸州府孙大人赶抵京城约莫在什么时候？快则明晚，慢则后日清晨便可抵达。如此说来，只要再等一日，白云寺的人证就可以抵达京城了。正是。公主，虽然皇亲国戚犯法，有大理寺审讯判罪，可包大人
手中御赐的铡刀好似圣旨在握。如果包大人这次执意要对驸马不利，那驸马爷将难逃一死。我让我的孩子在娘胎之中就失去了父亲，不，无论我如何看他，为了我的孩子，我也不能让他死。既然如此，公主就要想办法救他。只要公主与驸马爷一同进宫，向太后求情，太后一定会有办法的。下所战何人？咱家未明，乃驸马府总管。驸马府总管因何来到本府堂前？咱家是来投案的。为的是哪一桩案件？咱家命驸马府侍卫韩琦杀人灭口，并将尸体埋于城东外的树林之内。咱家犯的是教唆杀人之罪。既然你已自承罪状，就已是戴罪之身，本府公堂之上自有堂规，无论你是何官职，如今都已无免跪之权，你还不下跪听审？魏明，范官在。你派韩琦杀害之人，本府也已将尸首掘出。本府问你，那名文人装扮埋尸将近半年之久的是什么人？回包大人，那人是来自泸州府合肥白云寺的落地举子陈世美。你又因何要杀害他？回包大人，新科状元陈世美奉旨游京巧遇公主，公主有意将她招为驸马，谁知范冠却发现她早有妻小。为讨公主欢心，范冠就安排了调换二人学籍，再安排状元公冒名顶替招为驸马。那秦香莲在开封府击鼓鸣冤，虽然秦香莲没有揭穿驸马的真实身份，但永远是个威胁。范官为了永除后患，派韩琦去追杀他们，这都是范官个人所为，驸马爷的确毫不知情。范官犯的是教唆杀人之罪，望包大人依法处置，而不必再牵扯上任何人了。也罢，既然你已认罪，公孙先生。学生在。让他换押。是。行投案自成罪状，本府皆已登录在案，而且由您当堂画押。日后那陈世美具体到案之时，自会并案再审。范官说过，一切都是跟驸马爷无关的呀。有关无关，本府自会诊断，与你何干？退堂。Hey!
孙大人酒后了。包大人，这位就是白云寺的主持方丈圆通禅师。老衲圆通见过包大人。有劳大和尚了，两位请坐。好。全案始末孙大人可以明了。包大人在信中说的清楚明白，圆通禅师也都明了。本府正待前去拘捕那冒名顶替之人，届时还要请两位充当人证，静候包大人通知。有劳了。启禀大人，太后传旨，请大人立刻进宫。臣开封府府尹包拯叩见太后娘娘，千岁千千岁。包卿平身。谢娘娘。哀家宣你进宫，你可知道为了何事？回太后，想必是为了驸马之事。不错。启禀太后，此案涉及三条人命，开封府也已立案侦办之中。你所谓的三条人命，卫民不都已经招供了吗？公主与驸马在哀家面前将前因后果都说了。臣启太后，公主与驸马在太后面前说些什么，臣虽不得而知，然而太后既然要与包拯说清讲明，就该听听两造的说法，而不能仅听公主与驸马的一面之词。也罢，那哀家就听听你的说法吧。臣敢请太后禀退左右。你们都退下吧。是。要宣香莲入宫。不错，太后要和你谈谈陈世美之事。包大人，香莲可否不去？太后的目的无非是想劝你撤回对陈世美的告诉。香莲，太后宣召不能不去，否则就犯下了抗旨之罪。公孙先生说的没错，然而你若是真不愿去，本府愿意承担未曾转达太后懿旨的罪名，你依然可以不必进宫。香莲千里寻夫状告驸马，不能因此反倒让包大人为香莲受过。太后虽然身份尊贵，香莲理直气壮又有何惧？包大人，我去。启禀驸马，包大人回开封府了。是，那名妇人却被太后带进宫里了。好，继续派人打探，开封府有任何动静即刻向本宫回报。是。皇上一旦下旨，驸马就会被特赦。倘若你不肯撤销告诉，包大人充其量判他个杖刑拘役。那时他虽然会被撤去驸马的身份，却永远不会和你复合。两个家庭同时被破碎，你和公主的孩子也同时会失去父亲。这样的结果对你来说又有何意呢？倘若民妇撤诉的话，又将如何？皇家会给你一大笔财产，够让你们母子三人过一辈子富裕的日子。不，太后，民妇要的是公道二字，还陈世美惨死的爹娘一个公道，还那两个无辜的孩子一个公道，还天底下
被负心的丈夫抛弃的无主妻子一个公道。住口！你一个乡村野妇，怎敢对哀家如此说话？哀家的话已经讲完，你自己去斟酌决定吧。包大人，太后说若皇上下旨特赦陈世美，便不会以欺君之罪处置，她说的可是事实？不错，确实如此。你依然可以告那陈世美不养父母抛妻弃子之罪呀。公孙先生，倘若判那陈世美有罪，是否也只是杖刑拘役？不错。那香莲又何必告他？不如撤销控诉的好。香莲带着子女进京寻夫，原本已无计可施了，却有好心人言道，开封府包大人素有青天之称，必能为香莲洗雪沉冤。谁知道朝廷律法竟让包大人无能为力，香莲方才知道这人间何尝有晴天啊。从此以后，香莲不再相信公道正义，从此以后香莲不再相信天理报应，从此以后香莲就是冤死，我也不再喊冤。且慢，本府何曾说过不再为你做主？本府何曾说过会让那陈世美逍遥法外？今日本府就让你看看，公理正义犹在，天理报应犹存。包大人，冤枉啊！胆护卫，属下在，立刻前往驸马府，将那陈世美拘捕到案，不得有误。是。马爷被人带走了。什么？带到哪里去了？开封府。包大人，你竟敢派人挟持本宫而来，难道你眼中已无王法？公孙先生，两位请。这位便是泸州府知府孙大人。驸马爷状元及第时也未回我泸州报喜，难怪本府也不知驸马究竟来自舒城县陈家村还是合肥县的白云寺。阿弥陀佛，老衲圆通。圆通大师乃是合肥白云寺住持方丈，正是驸马爷寄读之处，在寺中想必多有接触。包大人，老衲与寄读的举子陈世美确实相熟，而老衲与驸马却是初次相见，有劳两位坐镇任人。如今驸马身份既已厘清，两位请先回房休息。
是。阿弥陀佛。两位请。待人犯未明。卫宁，你身为驸马府总管，却无视于朝廷律法，连续教唆韩琦杀害无辜，怂恿陈世美冒名顶替，犯下欺君大罪，三条人命遇害，两户人家遭殃，罪孽深重，法所不容。本府依大宋律例，判你铡刀之刑。来人呐！在。虎子的伺候。是。开打！来人呐！摘掉他的官帽，脱去他的蟒袍。是。陈世美，你既蒙天恩，高中状元，就该光宗耀祖。一家团圆，你却贪图荣华富贵，抛弃糟糠之妻，冒名顶替，入赘皇家，泯灭人性，杀妻灭子。如今天理昭彰，报应不爽，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本府依大宋律例，判你铡刀之刑。来人呐！在。龙腾大伺候。包大人，包大人开恩，包大人开恩的，太后驾到。包拯，大胆！驸马乃是皇亲国戚，无权审他。太后，如今有皇上御赐龙头铡在此，哀家已请皇上下旨特赦。眼前当下，包拯并未接获圣旨，哀家就不能下旨放人了吗？太后，我大宋朝廷律法早有明文，后宫不得干政。好一个包拯，今日你若敢将驸马处死，哀家定要让你丢官革职。太后，太后请看，这公正廉明四字绝非门面摆设官样文章。这开封府府尹官印，更是皇上所赐，朝廷所颁，百姓所托，国法所记。太后休说这顶上乌纱，便是要包拯赔偿项上人头，今日也要将那陈世美明正点刑。来人呐！在。开
后救命！公主救命啊！公主，圣旨到！掩门！包拯！包拯，你好大的胆子！太后亲自赶到公堂，却也拦不住你。难道你连太后也不放在眼里？你明知道朕的旨意已到，你竟敢抗旨不接！包拯，难道这大宋的朝廷是你开封府管？这赵家天下是你包家的吗？臣不敢。那你就老老实实答朕问话。臣遵旨。你为何非要杀驸马不可？皇上，包拯要杀那陈世美，那是因为他的确该杀。倘若皇上所知与包拯不同，皇上自然难以认同。好，不管朕对他涉案了解多少，你且将全案讲给朕听，朕自会判断其中是否真有出入。臣遵旨。大人回来了。嗯，让公孙先生担心了。那皇上？皇上明白了大人的苦心，没有怪罪大人。哦，秦香莲的情形如何？他得知陈世美伏法之后，反而显得十分难过。这也难怪，虽然满腹冤屈获得伸张，然而毕竟是多年夫妻，又岂能轻易忘怀？他一直在等大人回府，好像大人辞行。那就请他听中说话。是。爹，娘，媳妇儿这就带你们回家去。咱们这就回家去。启禀大人，秦香莲来向大人辞行。香莲向大人辞行的。本府还是那句话，今后有任何需要帮助之处，随时来见本府。多谢大人，香莲叩别大人。去吧。是。公孙先生请留步。一路平安。娘，你看，好清的天哪！